家姐欺骗阿妈200万毕生积蓄，仲将阿妈层楼按俾财务公司。原来因为自己俾人呃。你知唔知佢嗰个收入几多啊？个 project 咧系7000万欧罗。唔信男人开发油田，结果泥足深陷，留意东张西望，人渣家姐压阿妈棺材本。